当年凭借香港小姐出道的高丽红是一名中澳混血，1988年凭借在电影《东方初鹰》中饰演的柬埔寨反共游击队大家姐获得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提名，但她被众人所熟知的还是嫁给了洪金宝。她本是洪金宝的女徒弟，却对洪金宝产生了爱慕之情，并于1991年两人结婚。众所皆知，洪金宝和前妻共育有三子一女，离婚后都由洪金宝抚养，而高丽红自然就成了这四个孩子的后妈。为了这四个继子女，高丽红不仅退出了演艺圈，还选择了不生孩子，把他们视为亲生。嫁入洪家27年，高丽红把家里可谓是打理得井井有条，丈夫事业有成，四个继子女对她也很孝顺，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自从大继子洪天明结婚生子后，高丽红也升级为奶奶，时不时地带着孙子出去就餐，超级的温馨。这27年来，洪金宝依旧对高丽红疼爱有加，如今53岁的她依然美艳动人，风韵犹存，满脸贵妇样。